一般正常来讲，妖姬应该是随便。等我看一下其他人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好多，就肯定是勾，勾的是对的。很难评，如果是两位大厨在那个，那也确实很难讲。我总是很欢迎新的想法，我的想法。整个世界都发疯了，这和我一样，炸飞他们。我从不失手，让我们看看你是怎么着。打得很有，打得很有进攻性啊。其实现在不用推这么快，这个是派克处理的不好的地方。刚刚他扫 A 这几下，扫 A 这几下，这个现在这个位置，现在他们卡钱其实就没有那么舒服啊，觉得是 WE 路还没结束。下三级卡钱线，派克给的压力不够大。这边下路感觉处理的也不错，35，25刀他也没漏刀，很棒哦。那我要稍微的尊重他一点的打法。还是你看他还在快追线，这种快追线其实不好。一点也不，我个人觉得派克打落线没必要追这么快。就我们这个组合是要给对面压力的，过快的推进塔前，他泽利吃不到什么压力。感觉收分了，对，这样这个节奏的话，感觉应该已经收分了。整体节奏现在很棒。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，天生就是。再见吧。规矩是什么？那我就是怎么做慢点好了。
然后情况他绝亮了，我男枪拼信号了，男我们男枪在下，他们男孩在上，我强行换他血量一定是断的，可以这样子强行换他。就我们男孩在下半区这样那样子，我怎么换血，我都是断的，就只要换大家换的一样的血，你更别说我换血是优势。得看他下一下，我觉得你死了无所谓，看你别给折力这个。没做到，还想守塔，不行，守不了，想守塔就揍你。你也是，还是要吃手法啊，手法很重要。这没感觉，我靠！难道一套打下去都不要血？纯爷们。没 Q 到，假装自己打龙的，对，好肉啊，这能留到他吗？不好留吧，门多手持菜刀程咬金，好，门多想去哪就去哪，刚才不是失手，是勉强命中，
这什么都嘎完了。这怎么嘎完了你？喂，我掉线了，好吧，我直接掉线，然后对面赢了，坏了，好像刚说不会出问题，刚说不会出问题就出问题了，好瓜呀，没有没有重伤？哎，幺七三还挺可观，我。哦、但你怎么有点怎么这么刮呀兄弟，刮痧女刮痧女王，一波了，还打大龙呢，这不一波了，他们都死三个了，没人能守线呀，守线的都能守线的都死了，岩雀都死了，那不一波呢 ？OK， 很狂。有点狂，好像他狂的有点东西啊，得意三件套的，谁给他发起来的？门多虚胖啊，这门多真是虚胖，被我 A 不上受不了。OK， 游龙。还得靠我是吧，操作一下呗兄弟，来你们操作一下，不想出来操作就算了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